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中正大学传播学系103级毕业制作展览，在5月20日准备来登场。展出的形式包括着音乐会、剧情片、设计展三大面向。在咱日前有10多名的学生是特别穿上学士服，对面向校区。接力是走到嘉义火车站，一路是拿着旗仔大声喊口号来宣传，伫咧这个过程嘛，吸引未少的人的关注。以大拿在地下办国戏院为故事背景，描写拄到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电影。这就是中正大学传播学系103级的毕业制作影片之一，《迷路》（Lost）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眼熟哎、欸。听说有高中生在这里失踪吗？你等我一下，我绑鞋带哦。目前几个偏近抗灾网络吸引不少民众来点关，学生更穿着学士服，一路对面向校区走到嘉义市火车站，替5月20日的毕业制作展览来宣传。专登16公里的路程，学生以一帮接一帮的方式来完成。周围人惊讶着中正传播的旗仔，大声喊出宣传口号，过程展现自信，让人感受到少年就是本钱。我觉得就是当大家一群人在做一件热血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害羞的，因为大家都很有散发出的热情。学生制片这块就是一直很难引起大家的关注，因为一方面就是我们经费比较少，然后一方面也是我们没有大牌的演员，所以我们这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这样。然后今年那个路跑也算是希望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就是第一次跟嘉义的乡民互动，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知道我们大四就是4年来我们都在干什么这样。学生表示，103级毕业制作有音乐会、剧情片和设计展活动，在5月20日登场之后，将刷到台北、台中等县市来展出交流。5月20日，新春特效等你来哦！新闻客姚洪明用香采访报道。